哎，大家好，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Monster Hunter Double Cross》的游戏看视频。那么这期呢，继续开荒 G1， 好像我之前看维基好像还差两个关键任务。看一下这页应该是完了，然后这页好像是这个水兽应该是关键。这边的野猪跟白速龙王应该也是个关键啊。野猪跟白速龙王之前我们有看他的名字吗？叫什么 ？Dos Gianos。我猜这第一个应该是白速龙王的名字。白速龙王英文是好像是 Gia 种，它就有那个 Gianos， 可能是给是取，等于是取那边的音。种的话，等于是所有的初期的怪都是什么什么种。野猪好像是 Dos Fungo， 野猪。这两只怪，说实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擅长用counter 武器来打。野猪它虽然说会冲锋，但是实在是太初期一只怪了啊。我也是很少说是去专门拿时间说，哎，我练练如何去 counter 野猪的攻击吧，还是一些什么东西，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它的攻击的话呢，说实话不是很熟悉。不过由于是比较初期的怪，我就觉得就算血拼也能打过，就直接我觉得就不需要，就不去多考虑吧。这边为什么要出生在营地呢？我有一瞬间以为是好像是会给我一些支给品啊，所以给我扔到营地了。这两只怪的话，起码单只的话，野猪好像是出生在山顶的左边，白速龙王的话不太清楚会出生在哪边啊。这些雪山鹿呢，其实也是可以打一打的。继位的一些鹿的毛皮，可能到时候一些装备会，我印象中是有，就是有用到，需求过。大概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是三机的时候，好像是我当时开荒继位是需要专门去刷了很多的鹿的毛皮什么的，还是当时是要造珠子还是什么，总之是一些原因，具体原因想不起来了。这猪看不见我吗？怎么这么大个儿？还好是去，哇，那边的猫还是对着那个小白跳跳不放啊。怎么这么老实？好，两只怪，哎，他怎么这刚才我的袈裟斩感觉上那个刀光已经从他的腿里边穿过去了，怎么没有事儿？怎么这两只怪都这么大个儿？怎么你蓄这么久？哇，怎么野猪蓄力蓄这么久？这个有问题吧？不好，抽风了！天哪！
猪呢？哎，我觉得我改变想法了，之前想把这个白跳跳给赶走啊，现在我赶猪吧。我怎么起码在是美版的原因吗？怎么我觉得美版的猪它就是想都不想直接就，有时候连就是地上来搓都不搓啊，就是直接就冲出来了。刚才那只猪是一直在地上蓄力，有点特别的不适应。我觉得美版起码现在早就直接就出来了，刚才这只猪好像是起码多蓄了一次力，很不适应。但是你要是一直这么蓄力的话，我觉得倒是会简单不少，因为毕竟会天。怒后好像蓄两下，不怒的话是蓄三下。不好，没法 counter 了。这个真的是有问题啊！我天哪，没有 C 手是完全是找不到怪，这就死了。我这边之前就提到那个手柄的转换插座，也是直接在，就是因为是从美国那边寄过来的，它直接，总之是有问题，被好像是被扣了，是耽误了，相当是应该是耽误一个礼拜吧，是没有办法。我现在我感觉还好，这边的手柄的话，起码是两个。就起码是带右摇杆，是你是可以，就可以勉强的控制一下，不像我原来刚接触四 G 的时候，就是我当时也是买了新的那个 3DS， 是带一个右摇杆，那个右摇杆实在是太难摁了，我玩大概玩半个小时，我手里就出汗，出完汗之后呢，就是整个那个摇杆是。湿的，就是什么都，我就完全是，就是不受我控制了，控制不了视角。总之是特别特别难受。我现在的话还好，好很多。我就直接磨刀吧，这个怪应该是不需要留着受技，说是去躲些不太好躲的攻击什么的。我能打到你吗？这个怪，请你把瞄准系统做好，好不好？什么都打不到。这，我天哪！哎，请你给力点好不好？就是，哇，我已经快崩溃了。我是才想起来，二代的时候，白色龙王应该是你打的第一只怪，好像比野猪还弱。好吧，而且我印象中好像，我起码在二代打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白色龙王睡觉过。他好像就是一换区就会回血似的，会睡觉吗？我们等一等。我是起码在二代的时候，我是没有印象中是见到他睡觉。给我感觉说他一换区就回血，然后初期也是不太会打，自己的 DPS 很低。这怪瘸了也打不死，就一直都换区。这个监牢没有，这个哦，就是监牢的鸟笼果。
我好像是会睡觉啊。破头了吗？应该是已经破了。怒了！哎，这这是。白松王招出来的小白跳跳吗？这是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怪？没有死，算了，我直接扒尸里去了。他应该，我有猫在，应该他们是会帮着解决掉的。但是感觉好像是任务结束的时机跟平常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似的。那雪山也是，我是带了虫网跟铁镐，刚想说是虫镐跟铁网。总之我是带了采集的工具，但是才发现雪山山顶上没有什么可以采集点啊，都是一些植物什么的，没有虫子跟矿。去收一收农场，我这个号也是不是之前打得很粗糙，尤其是碰到顶级物特别缺。其实我觉得除了端材都可以收，这边的空心果什么的乱七八糟东西就算了。炼金应该是不需要，别的就这个样子了。而我的猫，我是才想起来。之前是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就是这两只猫它的就是疲劳值吗？那些黄色的跟猫爪子一样的图标，这是什么 ？Tenshu 点有点没有搞懂啊。不理它了。总之是那边那个它的那个。真的是疲劳值，总之是最低，然后一直是最低。我是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原因。后来我在刷那边的，就是刷这个跳狗笼的时候，我是偶然间发现之后，我就直接让他们进行了一个休息，总之是给恢复了。好像我觉得造成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之前在作战的时候，好像是你一直带着它，它好像是不会降的，可能是由于一些什么原因，它是直接是降低了，然后我就一直是带着它，但是一直处于一个特低的状态，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吧，也是很奇怪，就直接是带着他们这些是完全没有，就是完全疲劳的猫，直接是开荒，一直在开荒村任务，一直的疲劳，当时也是在抱怨这个猫怎么这么奇怪，不听话什么的。水兽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东西，就是带的特殊道具啊，可以利用它们。我觉得就这个样子吧。只要是有大便的话就可以了。而且这是两只，就是两只怪的任务啊。但是有大便的话，它的同区的话可以大走一只。
这能靠得我吗？这位呢也是不是就是刚刚到之前，虽然说做采集任务在刷那个狗笼的，应该是跳狗笼的素材，但是也是没有采集。这个蓝色矿石应该是相当于是相对来说比较稀有的，我稍微的采一采。水兽最北边一只吧，然后另外一只在这个地方，还是在洞里边，在这边。有必要染色吗？没有必要染色，确实都是走的换区。哎，只能打到我，我以为打不到我呢。哇，这么大攻击范围！你出一些招好不好？这个怎么攻击范围这么大？然后刚才也是。我有点不太适应，我现在的继位水兽的经验都是三G的经验。又来了，这个真的是有点难。起码防反流长枪打水兽是很好打的，防反流长枪就是随便打。当然刚才是没有防反，所以说有点尴尬。当然有个问题，防反流长枪很多的攻击，我防反的时候都是摁住了防御的，而不是在被打的前一瞬间来防反，所以说可能时机还是会掌握的有点不太好。终于想换区了。是吗？这没有打到我，这样看一下吧。由于是两只同怪，我的草已经直接浪费了一半了。接下来呢，忘记了他这个走路啊，还有伤害，他们应该防反的。你能不能攻击我？这个怎么感觉有点好奇怪？这是改的吗？还是因为我很久没有打三 G 的水兽，感觉不这个样子？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招数吧，我或者说是可能是三 G 打，就是离得太久远了，有点记不清楚了。刚才好像是后撤后马上就是扑出来。后撤扑吗？没有扑。就是打得太多了。这个就他的翻车的攻击呢，哎，又来了。刚才说话没有注意他这个动作怎么判断，我猜应该是能，就是能前有前置的一个动作能预判出来的，我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但是他我想说的是什么？他的翻车的攻击有时候我counter完之后，这怪在我的后边，导致。
哇、哦，就是导致我的后续攻击打不到怪。哦，没有，又来了，好像就是往后撤，但是他有时候好像往后撤后，他不会马上再扑出来。怎么感觉水兽的 hit box 调的特别大？好，那只又来了。算了，不弄了，感觉这个怪可能快死了。快死了。这样，我还是想，我想扒一扒那个香蕉，先有点大了。嗯，太晚了，应该是。强行，哇，比较走运啊！就是这招等于是打完后，现在是又怪又在我身后。哎，我感觉突然这只比之前攻击要快。先加血，我现在只有130的血，还是比较危险的。这怪刚才有大变他吧？怎么不换区？我想我说了那边那只香蕉，我想扒一扒的。好像这回是换区了。啊，这只比较小，那只比较大。哎，他到底换不换区？刚才在做什么？感觉好像想换区，但是那我刚才是出了一个车的攻击，但结果车歪了。还好地图上是有，等于是 Double Cross 中新加的，你断了尾后它地图上会标示出来。但基本上水兽我觉得跟就是我按照我三季防反流长枪打他的经验还是不错的，唯一的就是需要有这个时机可能是要再练习一下。但整个这怪等于是你防反后反击包括时机以及节奏什么乱七八糟的应该都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永生太刀。这个攻击我怎么觉得AOE 范围特别广，原来有这么广的范围吗？这有点意外，我以为是会，我以为他会直接卡在那边那个房子上，结果他把房子破坏掉了，这就没有办法了，太着急了，毕竟我现在用永生太刀就是比较着急的，就是在我的槽没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贪刀。干嘛？就是这招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楚时机啊？哎，这没有伤害。又秒我，有点不是特别的。我这个打法，这打法是三季的时候拿太刀打他留下的一个习惯，就是直接架扎斩去走位，但是又打出来了。
我应该就是直接站在他面前，不要加之前走位走开，直接是让他打到我才对。又中招了，这个他好像就是特别好，而且还恢复愤怒了。突然换方向是瘸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要干嘛？这要干嘛？我觉得你走之前请把尾巴留下。好奇怪啊，他究竟想干嘛，我就完全就是读不出这个怪的想法了，感觉是好像换区，怪换区，我觉得命令大概相当于是等于是可能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往换区区口跑，然后再去换区，刚才感觉上这个往区口跑这个动作，水兽就是感觉做得很奇怪。这也是毕竟很久没有打 G 位的，包括 G 位的水兽，还有 G 位的任务，很久没有打了，所以说可能是一时间不适应吧。但是我有一点类似于是怀疑，就感觉上这个水兽应该是跟三 G 的水兽不太一样。那基本上还勇气太刀打水兽还比较适合吧，就是需要多练一练他的一些攻击的 counter 一些时间，像刚才好像是他发疯乱跑喷水球的那个攻击，好像是一上来第一时间是没有判定，好像是他的脚踩到你才会被打飞，他好像头碰到你都没有事情似的，总之是需要注意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攻击啊，总之是判定的时机包括 AOE 的范围也是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总之是都需要多以后再打的时候是多注意练一练什么的。哦，这样应该是解锁紧急了。前面说是好像是通商，就商人他们走的那个路吧，等于是好像说是被一只波鲁波罗斯，应该是那个土沙龙，等于是给现在是在捣乱，需要把土沙龙给干掉。我们应该就是介绍土沙龙的特征什么的，没有什么必要。是土沙龙吗？我们看看。土沙龙，继位土沙龙，我能想起来就是他好像突完后会扬起一堆泥巴，然后在你身后。我印象是三 G 拿防反流长枪把他那个突进防反之后呢，需要马上转身防掉过来的泥，也是很难，就是不是很流畅嘛，拿防反流长枪打，那不太清楚拿太刀打什么样子。不过具体的情况我们是留到现在再说了，这期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估计就先录到这儿了，农场什么呢我私底下时间收，这期也是相当的喜欢的，我们下期见。